嘿、hey, 大家好，我陈浩，我们这一场呢带来的是蝙蝠侠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那这边呢开局，我本来想说来一个红 buff 开局，但想一想啊还是算了，我们主点一技能我们这个先点一技能哦。那我这美娜看起来就想要弄我的蓝 buff， 但是还好我的队友们在旁边两热插刀情意相挺啊，是不是？那在这个对方色匪之蓝区那边，我们的这个夜叉过去呢是只身前往，但是漂亮的回归啊，这个凯旋而归，但是什么都没拿到，没关系，命活下来最重要。那这个其实蝙蝠侠主点一技还是主点二技都我觉得都还好，都没差啊。那主点二技的话是一个 CD 啊，那主点一技的话呢是就是伤害比较高，先跟人家打架嘛，看到人就先猫了再说。那这边我们吃掉了野怪之后，马上看到这个马洛斯，你这个待宰羔羊，我直接啊把他给击杀掉。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古龙这边露头了，所以我们古龙已经剩下一秒重生，赶快，我赶紧的，这个哇，挫赛靠边死去，刚那个漂亮的死去，被对方逮个正着。那么这一波先看一下这个闪电侠位，他走掉了，这边这一个美娜直接果断的对我开启了一个大招，我马上紧追在后，但我们遇人一个斩杀，收掉了对方的美娜。这边色匪师，想吃龙龙，我先拿掉这个龙龙。这边闪电侠开了大招，我先稍微拉一下这个闪电侠，跟小丑龙已经落荒而逃。我们的愚人直接杀进去，这个闪电侠直接一技能带掉，成功的收头。这个，别，兄弟，等一下，等我，我开个隐身啊，好吧，我们先开个隐身 ，OK， 没问题。看我们的鱼人过去反野进行一个探视野的一个这个动作啊，是表现的非常良好、非常优良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代表，是不是？那我们这一样的，赶快把野怪吃一吃。蝙蝠侠的二技能，在这个蝙蝠侠碰到敌人之后，然后再普攻一下啊，或是技能，只要造成伤害，你就可以回血，再加上野怪的给予的一点这个回血的能力，所以你看我在这边呢，把这个野怪清一清、吃一吃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轻松回血。那最后一个标就交给 buff 自己去自杀了。我们这个标丢上去呢，血量剩一点点就可以离开了，这个增加我们一些效率嘛，对不对？在这一个时代 ，time is money，OK、okay?。这边这一个你还不走，我直接啊，蝙蝠镖命中的时候呢，再普攻啊，就会造成一个晕眩的效果。那我们这边看到对方的 La Flash 跟我们中路打起来，我这边看到你的位置，我这个镖也丢太歪了吧 ，Watch， 我这边顺便有个大招躲掉了对方射匪之的一个进攻哦。那这一场的这个镖呢，丢的有点扑龙宫啊，大家敬请见谅。那玩蝙蝠侠其实就是要这样，我们前面不停的拿头，不停的滚取雪球，好不好？这个 Snowball 我们直接滚起来，是不是？非常漂亮啊！这边这个灵鸟已经探测到我们的位置。那魔龙这边我不开，因为对方设备是也准备复活。其实花时间去争夺那个魔龙，还不如赶快先让自己发育起来。那这边看到了，我们相见欢啊！结果我的隐形已经就是在他旁边待太久，超过六秒钟，我们的隐形就会直接被摧毁，不是被摧毁，就是被看到无效啊，无罪释放，好不好？这边这个拉兹呢，不是。对方闪电侠是被我们拉至一个Home Lucan 上勾拳直接打趴。好，这边看到设备是很凶，这个夜叉差点就死啦，兄弟，这夜叉先走，兄弟，我保你，撤退。这边开启隐身之后，主点二技能减少他的 CD， 我们来找看看有没有残血的，看到了，美味的 dinner 直接 bow 收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路的那个美娜往上靠了，所以呢，我选择的是越塔，然后跑到这边来，不是走那个对方的野区，因为我只看到美娜，说不定设备是也在他附近，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走位，随时盯着小地图，就是这个道理啦，是不是？那虽然说我们刚刚在那边没怎么做事啊，但是就是至少收掉一个小丑，那把我们的肥度呢再增加一点。那我们要尽量的运用蝙蝠侠的一个优势啊，蝙蝠侠在前期带风向很好带，这个设备是我在旁边跟太久，我怕我会现形哦。哦，来来，你来啊！看到小丑，看到小丑是什么？
给他射下去。但是这边，哎、哦，我看到我先一个蝙蝠镖穿透，三个人都中蝙蝠镖之后，哇，我这个大招被我们队友给推开。哦，这个美娜血量很长，我赶快过来直接带走。之后我进这个草丛，这个射尾师我再一个二技能，哎、欸，我再带掉对方射尾师，不对，是鱼人带掉他。不过没关系，我们这一波是一个有点小脑冲，没关系。这边隐身我们自己探草，没有辅助我们自己探啊，自己的野怪自己探。我这边其实已经先看到射尾师的血量不就是蛮低的、哦，所以就选择直接靠过来击杀掉他。那有些人玩蝙蝠侠会选择带出的是打 F 到第二阶，千万不要升到第三阶，不然碰到野怪的话会现形哦。那这边成功再偷掉了一个红 buff。那但是在这一版本的我们的兽魂带刀呢，攻击力更高啊，叠完之后有135，非常非常的痛。那我先把 buff 让给我们的弟兄哦，看一下对方的闪电侠的位置，我们去追寻一下，或者是来来来，射手监督者，哎，又看到一个可爱的小丑，直接 bang 一下，好不好？直接 bang 完了，我死去，美娜支援的很快，对，所以刚刚就是一个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所在点。那这个射匪师也跳下来啊，他以为他的预判很准，但这个闪电侠先抓，但是他们有人跟上，我这边先拉掉一下，等待鱼人的进攻之后，这射匪师再一个二技能直接大招抓上来，这边再用一个一二技能去打晕眩的这个美娜，美娜又直接的被我们给收头。这一波呢是一个漂亮的零换三哦。我们玩蝙蝠侠的时候呢，最主要就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技能是不要乱丢的、啊。二技能是一个唯一的控场技能哦。你命中到之后，不但呢可以缓速，再碰到一下晕眩，然后又可以回血量。那它的大招呢，也是要瞄准好距离，因为大招是一个主要的输出啊。这边这一个对方的是死了没啊？死去了是吧？那闪电侠呢是夹着尾巴就跑了。那马洛斯我们刚刚去就丢一个蝙蝠镖，意识一下说，哎、欸，我要个助攻，这样助攻型实况组就这样来的。我玩勇也是常常这样丢着大招就丢啊，就直接 bang 一下就拿到一个助攻，或是突然捡到人头。对，我们是输出不高，但是就是人头助攻特别多，哈哈。对，这个今天呢是我待在台湾的最后的一天了，好不好？明天我要继续香港五天啦，有没有香港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香港到底有什么好吃，有什么好玩的？哦，对，今天的题目是，好不好？我到香港还是会做影片啦，所以还是可以留言，好不好？告诉我你想要拍什么。那我们来讲，那来拍个，来问个啊，好，问个 DC 题，好，这个 DC 专用题，请问一下啊。蝙蝠侠的妈妈叫什么？好不好？就那两个字啊！我说真的啊，看过蝙蝠侠与蝙蝠侠对决超人的那一部电影，都知道蝙蝠侠妈妈叫什么，好不好？跟超人的妈妈是差不多名字的、啊。这是电影再加上漫画的一个相关题。这边非常混乱的，我再抓到这小丑，直接给他击杀一波啊！这边开启了隐身，我的大招又好，我们来找闪电侠的回声位置。哎、欸、哎、欸，他在这里停下来，我直接。爆收头，那对方射匪师看到我的血量不多，可能会对我有这个非分之想，但没关系，我们吃他们家野怪回回血。这边我带出的德鲁伊是为了增加我的回血的一个这个能力啊。那对方的闪电侠也是蛮痛的，所以还是必须出一个魔防装。那我的鞋子选择方面呢，就是带哦，还好我够坦，我这边成功顺利的啊逃走了。这边回头一个蝙蝠镖缓速，我走先。那这边我们的鱼人过来 cover 我一波，那成功的我走了，好不好？轻轻的我走了。这边我马上扣一个撤退，因为血量不多。那我们队友再打起来呢，就有点太拼了。我这边血量虽然很少，但是队友打起来，我还是必须得赶过来看一下，我们是谁？我们是传说对决界的 Tony Parker。我直接收掉了这一个，完了，我死去了。这个马洛斯没办法、啊、被他逮到、啊、逮个正着啊。这边的话我们队友全死光、啊、但我们要做一个后背的一个包夹的这个、啊、咚咚咚，我们来找一下闪电侠。 Where are you, the flash? OK 这个、略过对方坦克，直闯好不好？直捣黄龙，找到对方后排，直接不 no way、oh, holy 啊、QQ啊，没办法，这一波呢，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了40几秒哦。对方啊、是一路的一一的打过来，但我们的队友，哎呀，真的是挡不住啦，哇哦，对方的这个有兵线进来就 GG 啦，但是我们的夜叉，哎呀，很猛哦，再杀，漂亮，这一波队友成功的防守啊 ，bravo， 好不好？太棒了 ，amazing，unbelievable，wonderful。
OK， 这个夜叉哦，直接在关注这个小手，漂亮！这一波队友相当的凯瑞，相当的 carry 啊，躺分仔就是我，躺分型实况转，这一场完全这边呢靠着队友就这样啊，硬式的就把对方这一波反打回去了。那这边看到闪电侠的位置，但对方一一复活，我们就先归点，别太冲，拆掉一座防御塔就算赚了。好，那这边的话啊，清清喉咙啊，咳个嗽这样啊，才能给你们更好的一个解说。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对方现在又消失在地图上了，真的又消失在地图上。那最近传说对决的这个外卡战也是打的这个相当的活跃啊，对不对？就是蛮精彩的。哎呦，我现身了，不好意思兄弟，我现身了。这边马洛斯要跳下，我要找到对方后排，先把小丑逼退。他看到我直接把他逼退，我们再回来找这个坦克。那这边这个闪电侠，我再丢一个二箭，但是他大招开了起来，我再稍微拉一下。那闪电侠呢？我们的鱼人非常坦哦。我们的队友现在还有四只啊，基本上这一波是 GG 啊，守不住了。我跟你讲，我们的夜叉相当猛，在后期直接哈背起来，好不好？夜叉站起来，把对方的这个后面的阵型全部都打乱了。那这个小丑呢，被我逼退之后，他也完全的，我这边直接啊，反而还好没死去。啊，这个一开局就把小丑逼退，这样，然后让这个阵容直接隔开了。那我之后再做一个回头，一个回补啊，回马镖啊，回马蝙蝠，然后再把对方的这个阵型再打乱之后，就非常好打了。好的，那今天这部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影片，可以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那么 IG 也可以追踪一下。那就先这样。